手去抓嘿，再往上，你可以再往上啊。判定没办法。哦。所以我才刚才问说是跟体重有关。也会有吧，可是他也算爬得不错啊。轻一点的会比较轻。对呀。不知道。他在滑有十几公斤，是吧？那是还是手力要重。重啊，是不能是项目的，还有一百多公斤。他有训练有素吗？就是训练手力吧。你太快了吧！我要休息。哦，你要休息。休息要讲一下。你要讲一下，哎，还没准备好，不要被你拉走。可以拉走。这边两个人一起，第一种，第一种下。然后就需要有人去上面抓。好，过去抓抓石头啦。你可以休息完了吗？你休息很久。你已经荡秋千荡很久了。想要当泰山是不是？那我要拉他的绳子啊！你不要拉。阿姨的绳子，这拉的是谁？这拉的是谁？我知道是谁。加油！加油！我抢水！我抢！啊！你的肚脐跑出来了！加油！脚要踩好，脚要踩好。等一下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没，他们还没轮一轮。哦，是杨子轩最后。踩那个紫色的。杨子轩，每次都说我到那边了。你不要在那边讲，你没有玩攀的，你不要讲人家。